一到了 lunch time， 尖沙咀海港城的 food court 就座无虚席。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要消失了。City Super 集团近日公布，因为租约期满，开幕至今22年的海港城美食广场 Cook Deli 将会在下个星期一正式结业。有人就觉得很可惜，因为叫佢执啊嘛，咁人都是咁样噶啦，即系失去嗰阵时先至会嚟试下珍惜啊嘛，系咪？咁咪嚟食下咯。好似近几年都啲嘢，即系身边啲嘢都慢慢一啲啲咁消失啊，咁好似又有啲嘢失去，咁你咪可以把握一下咯，系嘛？始终尖沙咀嚟讲食嘢都算贵啊，我觉得如果冇咗 food court 嘅话，可能如果喺度翻工嘅人就要拣一啲平啲嘅嘢都难啲咯。因为我以前都翻过呢头咧，觉得啲嘢食都偏贵嘅，仲要排好耐队咁样咧。冇咗 food court 嘅话，其实都要另觅一个地方都麻烦啦。亦都有人期待呢度嘅新面貌。首先我們會期待它開什麼啦，是啦，最好開另一個 food court 啦，我們有多一個地方吃東西啦，如果不是我們就可惜就是少了一個選擇咯。營運商 City Super 集團就在社交平台說多謝顧客的支持，又說經營這個美食廣場22年覺得很榮幸。